王浩信和唐诗咏继不懂撒娇的女人之后第二次合作，在新剧《解决师》入面，同上次饰演的甜蜜情侣感觉又好不同了。你今次好陌生喎，你两个。系啊。非常陌生，因为我哋系随住两个角色的关系而改变我哋戏外的有啲气场。系啊，因为对上上一次嗰个，我哋就相对要做好多功课啦，因为嗰个角色冇关系。今次我哋搞咗咁多年，我哋就喂，我哋而家开始都唔中意大家，都唔好倾偈咯，不如。即是要建立那種憎恨啊，是啊，和陌生感，是啊，討厭他，是啊，所以就去到現場就怪怪的，大家都會覺得原來大家就即各自都很有默契地做同一樣的事，我現在才知道其實咁啊！我懷疑過點解？嚇點解咁咧？我係咪啲對遲到啊，或者係對白記得唔好咧？係咪啊？